今天哈、啊，然后来晚了，都那个收摊了，然后转转看看吧。嗯，都收摊了前头，嗯，看看还有什么，有没有东西能捡哈、啊嗯。卖弹弓的、嗯。哎呀，今天天气不是很好哈。嗯，天气不是很好，都收摊了，来晚了，那就转转看看。嗯。呀，这个大碗卖多少钱？这大碗不要一万五？哎，啥时候的要一万五？明代的。这道明代吗？这个？这开门的明代。那道不了明吧？这个？哎呦！你看这个挂工和这个釉色。釉色这个也应该到不了明代，这个这典型的明代的，它又完整，木重现，底足有点小磕皮，这个是正常。来，兄弟，您拍一下，多拍几张，我给录。这个应该到不了明哈，我看最后人看都是明代。最低多少钱？最低多少钱？给一万吧。给一万？一万给不了。给四千行吗？四千不行啊，四千不行，四千我都搁价了，四千都搁价了。我这收摊儿没冲线哈？没有，你看好了，我多少人看，这都是全品，底足有点小飞皮，哎，这是正常，这它是神武器，它这里有一个小摇粒，摇粒袋子。这不算毛病啊，口上也有点小爆釉，四千块钱行了，这个不行，别人给别人也不懂这个吧，也不认识，嗯，给到价四千五，你行啊，现在都三点多了，你也就我给你出四千块钱，别人应该出不了，那不行，嗯，给到多少钱了？四千五，你行啊，就四千五，不行啊，我收起来。再来一个小盒子，这正常，这个使用器嘛，它正常的，四千五。这收摊儿要不收摊儿，这价格不卖，让200行吗？那有意思吗？就最少4500了啊！你看这个发色，这釉色，这典型的就明代的，是明代的，明万历左右的东西，啊、东西到明没问题。行，4500我给你拿了，啊、来，你有微信吗？我给你扫码。有。支付宝行吗？可以，支付宝吧。对，收吧，支付宝是吧？哎，支付宝。等等，4500哈，哎。行，客气了啊，客气。还有个东西给包一下吧。行，这个是和你有缘，和我有缘。哎，这你这一早上，早上给我4500能卖，早上出4500能卖啊？有人给出了4500了哟。我想这个最起码就得个18000的，18000卖不上，晚卖也卖不了这个。来，给我个报纸吧，给个报纸我包一下。给个报纸就行，给个报纸啊，一张就行。好了，自己包吧。行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回头再来，让你捡漏。没想到就是说这个散集了，我把纸先放下，没想到散集了哈，捡到一个漏。这个碗真是典型的明万历左右的东西啊，这个绝对到了就是中晚期，明代中晚期，知道吧？一个是这种画风的风格啊，就典型的回青料了啊，回青料啊，有点那种哎鱼子青的那种感觉哈，开门老傻开。傻开门的东西啊，啊！你看这碗沿，看这种就是说没有挂上釉，这种溢出来的这个淡淡的火石红，看了吧？非常的规整，这个火石红啊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小爆釉，看到了吧？有一点点的这个小爆釉啊，小磕皮儿啊，这种的也不算毛病了，尤其是这里你看到了吧？啊，彰显着无疑啊，啊，老货无疑。看这种就是说，哎，有点那种轻轻的那种胎，再就是看我们这个灯光可能有点暗哈，你看到这种竹子刮的这种竹皮痕，这种炫刀痕迹，
看到了吧？对，这竹刀，它因为它是老的时候是用竹子这么挂旋，啊，旋刀痕啊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胎，这个胎修胎修的非常的规整，就底足有点磕皮，在行家里头瓷器这个底足的毛病都不算毛病的哈。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，就是说一个高腰的啊，啊撇口竖腰啊圈足，这个东西呢，非常的规整。就是说，没想到就是今天呢，能在这里捡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所以说这个市场嘛叫经常过，总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。好了，那个记得给阿斌哥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谢谢您，好，谢谢。